友们好，欢迎收看 Quest USA 大挑战。在前一集里，香港队终于开始赢得分数，但是他们的好运持续不长。在去纽约的路上，香港队遇到了意外的麻烦，好在问题很快被解决。现在四个队正在体验在纽约坐地铁的感受，每个队还要接受另一个考验，就是要展示一下他们是否具有登上百老汇舞台的才艺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，从康州到了纽约，现在到了纽约的 Flushing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，right？ 答对了，我们要 take 这个 subway 地铁，地铁到曼哈顿，对，对吧？时代广场嘛，时代广场去做什么事情呢？你要比赛了，累不累？好累，我想回家了啊！你想回家？怎么样？你叫妈妈？怎么样？工程师啊？还好还好，坐桶子坐的不错啊。对，现在坐地铁，再去坐一个桶没问题。坐马桶可以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坐得很熟了。OK， 那么待会儿我们去什么地方还不知道，马上坐地铁 ，Let's go。现在来到了纽约市的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到了嘛，对不对 ？Times Square， right？ 然后呢，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呢？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要跳。跟跳舞有关的，对，我很喜欢跳舞，有把握了，有把握，每在路上开始乱跳乱跳，对，现在可以好好跳一下了啊，好，跳不好找你算账。每一队都会有一小时的时间学习和练习舞步，超难的，好难哦，没问题，肯定没问题，好难哦。他们的表演会受到三位舞蹈专家的评判。Yeah, that's good. 靠近，抱住我。这是怎样？